音后开始参加闯关节目，现场瞬间变成现眼包大挑战，人家都是去闯关的，你貌似是去锻炼身体的。哇麦 K， 哇麦 K， 哇麦 K， 哇麦 K。 说真的，我不要电冰箱，我只想看我的冤种朋友出糗。好，很稳，很稳，任何的难度非常简单，非常轻松。一跳，哎呀！不懂就问，请问你俩是让五步蛇咬了吗？我卖了两步，李长卖了三步，加起来一共五步。这两步卖的还不如21厘米他家不是长的。这可是录节目呢，再好歹收敛点。从枪组小煞到总理一哥确实不容易，上次一上去整个人腾飞，膝盖着地滚下来了，我这次要摸一下那杆子。枪组小煞，上回你在第一关就落水了，哎，这次还不错哦，哎，这小腿倒腾的，哇，好美的造型。我们枪组小煞是来学耻的，枪组小煞是来学耻的。都悠着点，闯关之神去进货了。小时候还嘲笑别人第一关落水，没想到小丑竟是我自己。今年是21岁，还是大学生，对吗？或许这就是满级人类吧。跑步机上鞋乱飞，记住我名孟令辉。第一小伙把旗挥，切记他名叫孟令辉。你的落水方式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